鸡胸肉和榨菜一起剁碎，加入葱花、蔬菜粒、蒜末，还有屏幕上的调料，搅拌均匀。五口都成一个圆，一压一捏，就包好一个小包子了。封口的内面向下先煎，煎到金黄之后再翻面，淋上一点水，盖上盖子，先焖一会。切开苦瓜，取瓤切断，再切几片青柠檬，再倒入冰块和柠檬，吹上521下，接着倒入绿茶，摇晃均匀。小煎包也好啦，外表酥脆的情况下，里面的肉更是完全不像鸡胸肉，特别的多汁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